嫦娥花魁闺房中突然失踪，是人为还是灵异？三更时分一阵尖叫打破夜晚宁静，随后醉花园花魁灵儿消失在房内。身为九品官的你前往调查，室内很整洁，没有打斗痕迹，窗户紧闭，没有被破坏，貌似没有重要线索。我决定找四井丫鬟和守夜门卫问话。我亲眼看到小姐入睡就离开了房间，没有看到可疑人物，只听到动静，我进去小姐就消失了。回到房间，这次好像闻到了一点迷药的味道。我抬起头看到了屋顶有一根绳子，听说常威觊觎灵儿已久，其府内有很多轻功高手，快进入游戏马上判案。